25号中午，中央电视台阿拉伯语国际频道与央视网阿拉伯语频道同步开播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，中央电视台阿拉伯语国际频道正式开播。从这一刻开始，22个阿拉伯国家的3亿多观众使用家庭卫星接收装置，就能够收看到来自中国的阿拉伯语电视节目。全天24小时播出的阿语频道，主要包括及时更新的新闻以及文化服务和娱乐节目，设有新闻、专题、娱乐和教学4大类的9个栏目。在当地时间早上9点，远在卡塔尔的穆巴拉克·哈吉里一家正在收看来自中国的阿拉伯语电视节目。很高兴中国的阿拉伯语频道开播，我的朋友经常问我中国是什么样子，我告诉他们现在看一下这个频道就都知道了。在埃及，这家市民很快就从自己家的电视里调出了中央电视台阿语频道，并看到了对话栏目中关于埃及留学生的故事。有这样一个阿拉伯语频道，对中国和埃及的发展是很有利的。同时，央视网站也同步推出了网上阿语频道全球在线直播。阿拉伯地区的网民通过央视网首页点击进入直播页面，可以自由选择高清或标清2种标准收看视频。